Dear Vengeance 是一款结合惊悚元素的平台动作手机游戏，我们将成为耗时两年开发的硬派游戏的测试员，会有 AID 语音助理来导航，由浅入深的让我们理解关卡，像是吃金币会死亡，或是有着会随我们转动的尖刺等等，要运用二段跳和走位避开所有危险，努力到达下一个墓碑记录点。随着关卡的深入，一切将变得越来越诡异，语音助手的提示开始慢慢变少，最终甚至完全消失。而沿途开发者留下的笔记则提到了潜藏在 APP 里无法删除的三名魔鬼。究竟这超乎预期的剧情会有怎么样的结局？关卡的尽头又有什么在等着我们呢？